昨天上午还能讲话。拖太久了，怎么发展的快的？拖太久。都是没什么做的。你现在你家里还你妈妈还在家是吗？对呀，我妈有心脏病。你现在首先保护好自己，首先保护好自己，你知道吗？你现在。把这些口罩，对口罩都拿着，都拿着，都拿着。